以前为什么会乱？因为没筹码，是不是？有些地方为什么他就有钱我没钱，是不是？为什么他就吃得饱我吃不饱？这会儿能量一充足，大家都景象都起来了，大家都好了，后面才有的谈。否则就像黑人一样，到处示威啊！我就是不没有他有我没有，凭什么？所以我示威，杀人放火，是不是？等他有的时候，你请他杀人放火，他都不愿意了。为什么？有了嘛，他有了还要诉求什么？是不是这样子？那这个世界，你说复杂吗？也许很复杂，困难很困难。那容不容易解决现在当时的这些境和状况？就用祝福，祝福，就光是这个 program 就开始了，就赚了，然后尝到甜头了，再回来看我们超级生命密码整个系统，世界大同怎么会是空谈呢？怎么会是随便说说呢？是有可能的、啊，对不对？然后你说这个南北极的冰化光了啊，这个四季啊，各方面啊，天灾人祸的，刹那间转着转着就不见了。连自然都跟我们相呼应，一切都没了。那真的到那时候，那不就真的真善美了吗？一切你们没什么好担忧了。人在世担忧什么？要么就是没钱，要么就是心愿没办法圆梦，对不对？要么就是什么样中间少了什么，或者是坏了什么。当你能量起来的时候，向一转都是繁荣丰盛之象的时候，还有什么好担心？还有什么好埋怨、好遗憾？都有了，那不就结了吗？是不是？所以这个理论，今天我把它讲得更清楚了。可爱的你，聪明的你，是不是？不实际操作，什么都没有，是不是？但是我要讲，这虽然简单，但是千万不要患得患失，要以随时的平常心，成为你本来就应该做的本分事，所以这种祝福才会自然，对不对？怕就怕那假心假意的，哇、哦！导师说这太好了，我积极营造祝福，人家觉得你在干嘛？发神经病了。弄半天都是一片假象，没有用，对不对？但是一个真心的祝福，人家可以从你的眼神看得出来，从你的这种啊话语里面的这种感动，你这种讲的这种 vibration 啊，就会让人家感受到，哦，真的不一样。世界嘛，传递啊，你传给我，我传他传给谁谁谁谁谁，地球是圆的，是不是？当全世界人都有这样共识的时候，就是天下太平的时候。我一再强调，当全世界人都有这种素质，都有这种共识，都有这样的实际操作的时候，就是天下太平的时候。大家知道整套理论的时候，就是天下太平的时候。所以你说这一切是能量的幻化，是的。但是幻化的好，就是一个美的地球；幻化的不好，就是像我们看到即将森林涂炭的地球。是不是？那我们谁都不愿意走向森林涂炭呢？那怎么办呢？那赶快赚回来。那谁来赚呢？那不是别人来赚，自己对不对？你我他，大家一起来。